年会让我日日夜夜思念，在爱与恨之间想你的容颜。告诉我是哪一种情缘能产生这样无尽依恋，迷惑的情绪沾满每一天。相爱也难，只怕你不曾有爱恋。啊，不爱也难，只为我舍不得改变。冷飘忽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多少次梦里你不是天使般的你，冷冷飘忽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也许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我在哪里天使般的你。去跟警方自首。不是凶手，也不是，不会是廷焕。天心，为什么好的永远是廷焕，坏的永远是我？难道我就没有一点点好吗？你本来就是，从来都不。你放手，你放开，要不然我打你！你从来就不伤害我，你是魔鬼。你吗？真正的魔鬼不是别人，是你。你从来都在挑拨廷焕跟廷玉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告诉你，薇亚君就会清醒，真相就会大白。清醒了。陈廷焕，24岁，你曾任在5月20号晚上6点进入薇亚郡在马雅街19号6楼居所，用水晶帽将他打成重伤。经陪审团听证后，念你在感情重创下神志纷乱，非蓄意杀人，判你有期徒刑2年10个月，不得一颗罚金。已经丧心善良的去坐牢，你们良心不会感到不安的。你们要是有一点点良心的话，你们就不会让廷焕去坐冤狱。你不要说，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你真是骗人，好不好？廷玉刚从医院回来，你没有看到他很虚弱？他应该觉得很高兴才对啊，他自己最亲的姐姐在替他坐牢啊。你给婷玉一点宁静吧，她已经有声音了。又在骗你。这是医院开的证据，不相信你可以自己拿出来。你妈，不要再跟她说了，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任何谎言。薇亚君总有清醒的一天，到时候我们等着瞧吧。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出来？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出来？你肚子还是薇亚俊的呢？谢谢你来看我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自从你进来之后，你连文斌、于恒都不肯见。我不想他们为我难过。那你为什么肯见我？
你不一样，你是我妹妹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在这里很平静。吴修女每天都会来看我，我们可以讨论圣经。我觉得很知足，很感恩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难道没有痛苦吗？你难道没有怨言吗？你为什么在任何逆境中都能够心平气和呢？你以为你在为谁牺牲？为我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深爱的魏亚军，我情愿死在他手里，我情愿让他内疚一辈子，我也不会动手去杀他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不了解我，你不了解我，我恨你愚昧，我恨你无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在恨我的时候，你也在恨你自己。你只有能够爱我，你才会爱你自己。听雨，你为什么不能爱我呢？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我自己，我恨我自己。当我不爱我自己的时候，叫你吗，亚军？大夫，我儿子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？他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清醒过来吗？他的脑部严重受伤，必须要观察一段时间。观察观察，我已经急死了！我要我儿子马上恢复知觉，无论花再多的钱，我都在所不惜。大夫，你一定要给我个肯定的答复。对不起，韦太太，我无法给你做这个承诺。如果你不能给我承诺的话，我就要立刻转院。小晴，马上去打听美国那个纽约的那个脑科大夫，我要找最好的医生来治我的牙菌。干妈，你要沉得住气，牙菌现在已经有进步，他眼睛已经睁开了。可是他看不见我。我的雅君，他看不见我。雅君，雅君，干妈，你就别哭了嘛，天天哭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还不够吗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啊，韦太太，我们可不可以再不要谈论以前的是是非非？就把以前的事都一笔勾销了，好不好？一笔勾销，你说到很容易哦。你害死了我丈夫，现在又差点害死了我儿子，现在居然说叫我把过去一笔勾销，我永远也不原谅你们这三个女人的所作所为。哎，要走也得把话说清楚了嘛。我就说嘛，怎么会又上门来呢？原来也是有条件，我就不相信你这一次你们还能玩什么把戏？难道还想再500万？你闭嘴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奇怪了，从小我就是在屋子长大，也算是这里的女主人，难道没有我说话的份吗？反而是你们一天到晚死皮赖脸到我们家里来，赶也赶不走。我警告你们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叫警察。好啊，当我们离开韦家的大门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后悔，韦太太。
我有什么好后悔的呢？干妈，别理他们，让他们走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婷雨啊，我带你到医院，立刻叫医生把你肚子里维亚菌那个肿给打掉。奇怪了，别人都不要你的肿了，你还扒着他们干什么？慢着，你说婷雨她怀孕了，她怀了亚军的孩子了，是不是？婷雨，是不是真的？鬼太太，这个是医院的医生开的这瓶输液，这证明婷雨已经有两个月身孕。干妈，你就别相信他们的嘛，他们以前也不是没骗过你。哟，你这死丫头，你不怕挨揍啊你啊？你干嘛打人呢？打人，我打死你！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嘛。干妈，他不讲理由，你不要中他们的计啊。怀孕了，她怀的是雅俊的孩子啊。有什么证明她肚子里面的孩子是雅俊啊？我本来可以不要，我为什么要这个孩子？雅俊今天已经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为什么还要来找你们？我们走。婷雨，婷雨，来来，不要生气啊，来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谈，好好的说嘛啊，来，先坐下，来，坐下啊。魏伯母，我本来可以不要这个孩子，你知道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要个孩子干什么？可是这孩子是我们韦家的，我们韦家一定会负责任的。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正式结婚，你办得到吗？婷欢，你总算愿意见我了。我不愿意见你，是我知道你会骂我。我为什么要骂你？我知道你心理上面是想要赎罪，替姨妈跟婷雨赎罪。你需要我那样想就好。我把雅君带进，我跟婷雨那从一出生就开始的斗争里，否则他不会受到重创。我必须要赎罪，否则我的心里没办法得到宁静。做了你的选择，我也只好认了。有件事情要请你多留意一下，婷雨怀孕了。怀了谁的孩子？雅君。文明，你去看看她，看看她有没有什么需要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务必请她保留住那个小生命，好吗？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？只要你提出要求，我没有不答应。哪怕是我的生命，我也会愿意。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心里负荷不了。你不要让我欠你太多。听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表明我的心愿，从此以后我会用哥哥的立场来关心你，不会再给你压力。看不出来他吃不下了，可是医生交代我一定要训练他接受食物啊。我是他的好朋友，这样好了，我来帮你喂他，你去忙吧。
知道你听得进我说的话，你只是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你自己的感觉吧。没关系，我不要你说什么，你只要坐在里面仔仔细细听我说就好了。庭欢被判了刑，庭欢不是杀你的凶手，可是他被判了刑。真正杀你凶手不逍遥法外，只有你能救庭欢，只有你能让他脱罪。你是爱庭欢吗？你忍心看你心爱的人坐在监牢里面，你自己坐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？我想去，你要赶快恢复你自己，你要赶快恢复你的神智，只有你可以救他，你知道吗？听到我说话没有？庭欢被判罪了，只有你能够救他，你要赶快恢复你自己啊！你听见没有？庭欢被判罪了，赶快去救他，去救他！你说话。阿军，大夫，快看看！啊，阿军。对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你对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没有怎么样，我只是让他早一点清醒过来。你给我出去！陪我就不是一个人了。我进来。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，哎呀，要当心啊，当时动了胎气。来，快喝点汤，凉一会再喝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就冲你肚子里这个孩子，连淑萍也会答应。即便韦雅君是坐在轮椅上，她把她推到礼堂上，也会跟你结婚。我嫁给一个植物，这世界上真的找不到第二桩那么可怕的婚姻。哎。你要的又不是韦雅俊的人，你要的是韦家的财产呐、啊！我们的将来全靠你肚子这个孩子了。文斌，你来看我的。哼，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眼。我是给你们带来好消息。你还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？韦雅俊清醒。韦雅俊清醒。是变成植物人了吗？人类脑部的变化，岂是医生能够预料的？雅君真的清醒了。我刚从医院过来，我亲眼目睹。进去我也没办法。我们不说话，只是看看雅君的情况好吗？我相信你，可是我不相信他。那么我以于先生来担保我好了，我们绝对不问他问题，纯粹以友谊系的问候。那好吧，我就看在于先生的面子。
哎，保持距离哦。亚君，亚君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妈每天在床边叫着你的名字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赶快醒过来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亚君，跟妈说话，跟妈说话呀，随便说什么都好。你们现在干什么？爸，看朋友不行啊？是庭宽吗？拿水晶猫打你的，是不是他？你想想看，用水晶猫打伤你的人是不是魏亚强？你说。干嘛你啊？你去跟我回去。我不去，我绝对不去警察局。你给我找律师，赶快找律师来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警察局。妈，赶快找律师听雨，我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听雨，我都是为了你。魏阿姨，你一定要把案发当时的情况老实的告诉我，我才能够替你辩护，也才能够得到陪审团的谅解。可是我是为了婷雨啊。亚君，都快掐死我，都快掐死我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雨欣，你放开雨欣，你掐死我呢。开始就能够说出实情，不要连累到无辜的话，会对你很有利。现在要完全看陪审团是不是能够同情你的动机。可是我自认我没有做错，我就是为了保护婷雨啊。可是现在受刑人是婷欢呢、啊、婷欢已经承认是他杀了人嘛，他愿意做神就让他去做好了。他跟他母亲一样，从小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完美。你知不知道他这样做，他害了我，害了婷雨，你知不知道？魏阿姨，你要冷静一点，我会尽量帮助你的。我不要于恒，你一定要帮助我。我离开这，我不要跟那个小蛮丁，我不要。我会尽量帮助你。别打了。我不要了，他们要带我走，我不要了。魏阿姨，我不要。魏阿姨，你冷静一点。魏阿姨。
回家，回哪个家？当然是陈家。那个房子不是已经卖了吗？卖了可以买回来。我还跟从前一样。文斌，我们真的又回家了。赶快上香吧，谢谢爸妈保佑你平安回来。妈入狱之后，婷婷怎么样？她深居简出，很少露面。那婷婷她怀的孩子，伟家怎么安排呢？你还在担心婷婷？你替自己担心担心吧。你跟韦亚军又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他们你出狱的时间呢？难道你不想见他？以往的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我跟雅君之间既然获得了新生，我们就该珍惜生命，绝对不能再浪费。我计划我在出国读书，专攻建筑设计，这是我的心愿，也是我的理想。好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绝对不会阻挠你，再也不会有儿女私情来纠缠你。我会支持你，听完，像一个真正的哥哥一样支持你。谢谢你，文斌。我真希望赶快把出国手续给办好。不过有一个要求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那我送你去入学，把一切的手续都给你办好，把你安顿下来，这样子我才会放心，也才对得起我们死去的父母。我还是想去看看婷玉。为什么深夜的月光变得那么模糊？喝点果汁，刚榨出来。哦，妈，这老李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现在还没有回来？才去了一个钟头，哪有那么快呢？我不该在家里等，我应该自己去接他。你怎么能够长途坐车呢？不可以的，耐心点，再等等嘛。太太，少爷，哎，离婚的，少爷。我没接到程小姐，她已经被人接走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会有这种差错，我就知道。你先坐下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庭欢，我去找庭欢。哎，雅君，雅君，文斌，庭欢人，我要带一封信给你，所以要亲自交给你。雅君，我天天为你祈祷，上天怜我，终于把你从死神的手中放回来。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，也让我们把过去种种的错有机会改正。我已经决定出国念书，希望你也能找到充实你生命热情的力量。我走了以后，你将不会在两个女人当中无所适从。婷雨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不会为你们做决定，因为你们都是成年人了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们都能用爱去包容对方，
永远的祝福你，廷欢。不，廷欢，我把廷欢找回来，我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来。不要这样啊，吴亚军，你冷静一点，让廷欢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别叫他再为别人而活了。他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了，现在让他自由的飞吧，别再算计了。你说，他是我生命的全部，如果他离开我，我干嘛还要活过来？那要我活过来，去接受他离开我的事实，我。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我们家就要有后代了，我就要有孙子了。亚俊，我把廷欢找回来，我把廷欢找回来。亚俊，他不会接你，你就给他一点平静。你为什么不想想婷雨？她怀了你的孩子，难道你连责任都不愿意负吗？亚俊，我求你。求你让婷雨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跪下来求你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答应妈，让婷雨把我们韦家的孩子生下来。我妈妈求你。妈，我求你起来好不好？把我们韦家的孩子生下来，你答应妈好不好？妈，我答应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受陈廷宇做你的妻子，不论富贵贫穷疾病，你都将与他分享，永不遗弃吗？我愿意。是我们的好日子。我是不敢相信，哎，我真的嫁给韦雅俊，是你合法的太太。你记住，我给你的只是名分，合法的名分，但是不是我韦雅俊之名。你要去哪？我在书房里睡。不可以，这边是我们的心头之约，不能让队友。你要的我已经给你，我不欠。亚军，别这样了，我们可以从新开始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女人，做你的好太太。你有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躯壳，但是你要我爱，那是痴人在说梦话。亚俊，你喝多了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不计较，我们都累了，走，我们回去好好的睡一觉。你以为我还很迷恋你衣服上的身体？现在虽然已经是夫妻了，但是我不会。
我绝对不会碰。姐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就是六年过去了。你看，连小俊都已经六岁了，我的家庭生活非常的美满，雅俊跟我相敬如宾。可惜的是，这六年来你从来不曾回大马，大家都这么想念你。今年你的设计又得了奖，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出名的姐姐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玩玩呢？让我这个做妹妹的好好的招待你。六亲不认了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纽约人啊？你再怎么洋化，你还是中国人。你真的从来都不相信，我真的过得很愉快。那你为什么不敢回去看看婷宇跟魏亚军？其实我不敢，我正在安排我的假期。今年呢，我一定会回大马看看大家。好，那你就把你的假期安排在月中，跟我一起回大马。我还要请你替我设计我的连锁餐厅。哦。你拿到美国代理权了，哼，这就是我今天会来这边的原因了。太好了，文斌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好了，庭欢，我们就算一言未定了啊。月中你跟我一起回大马，我的所有连锁店交给你设计。月中，我不晓得能不能那么快。不行不行，我这是强制执行的。好吧，谁叫你是我哥哥。我来安排。When is running the schedule for this month? Yes. Thank you. 雅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庭欢要回来了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庭欢的事吗？比如说他什么时候会到，跟什么人回来，
或者是他为什么要回来。我上楼去换衣服。你不要装了，你好像一副不关心的样子。我就不相信六年不见了，你不想知道庭欢的事吗？这六年来你没有一天不在我面前提到庭欢，你对他比我对他更要好奇，他回来不是正好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吗？像这么丰盛，我倒要看看庭欢回来之后你会被融化。为什么深夜的月光变得那么模糊，小俊你在干什么？爸爸告诉你多少次不要玩妈妈的化妆品，你怎么老不听呢？你是个男生，你不可以玩这些，你应该去玩皮球、骑骑脚踏车，你听清楚没有？好，来，把手伸出来。爸爸不要打我了。不是爸爸要打你，是爸爸要你记住，快点把手拿出来。小下次不敢了，爸爸。下次是下次，这一次是这一次。来，把手伸出来。不要不要，奶奶，奶奶快救救我啊！小俊，哎呀，小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奶奶，快救救我！爸爸要打我了！不要以为有奶奶替你撑腰，我就不打你。快点！哎呀，亚俊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大清早的，干嘛跟孩子过不去呢？妈，你不知道，他越来越不像话，我要教育他，他还反而会反抗我。快点，把手伸出来。小俊到底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了？脸上画了什么样子？一个大男生的，我今天不教训他，他以后男女不分。奶奶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好了好了，你看他都说下次不敢了。小俊还小嘛，他懂什么呢？妈，请你不要再宠他好不好？今天啊，我非要打他不可。过来。爸爸爸爸！好了好了，好了呀，要打几下？他小哎。妈。妈，雅俊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就拿儿子来出气平衡一下。可怜的就是小俊这个倒霉鬼了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小俊，走到奶奶房间去玩啊。等一等，雅俊啊，看到妈咪怎么不跟妈咪说早呢？妈咪早。乖，你要知道我是你的妈咪，妈咪呢就是对你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懂吗？懂了。乖，小俊啊，我们走。小俊，我准备啊把庭欢接来家里住，你不会不欢迎吧？他不会来这里住的。我当然有办法把他接来住了。会不会让你紧张啊？我有什么好紧张？都已经六年了，人是会改变的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对庭欢不会像以前那么疯狂了？对不起，我的脑子受过伤，所以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先去公司。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？晚上我有应酬。是跟英英还是燕燕？名字有什么分别吗？只不过是个符号。小俊，我不是说过不准在客厅玩球吗？你为什么不去院子玩呢？奶奶说我可以吗？你是听奶奶的还是听我的？我是你妈，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。奶奶，奶奶，我话还没说好，你给我站好。哎呀，小俊才六岁耶，你们到底要对他怎么样啊？妈，我希望以后在这屋子里，
不要给我儿子有两种教育的方式。我说不准他在客厅玩球，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哎呀，我们家屋子那么大，玩个皮球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在教育我的儿子，请你不要破坏了我的规矩啊。我是他奶奶，难道我就不能够教育我的孙子吗？你看你把你的雅俊宠成这个样，所以我的儿子不能交给你管。你就这样跟我说话？我毕竟是你的婆婆，是这家的女主人呢。你要搞清楚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我又不是看在雅俊的份上，我才不会跟你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好利的一张嘴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我怕什么？我在管教我的儿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去把你的儿子管好，免得他成天在外面鬼混。奶奶，奶奶，小旭，奶奶，不准叫奶奶！我奶奶，我奶奶。乖，你要听妈的话嘛，嗯，这样妈才会疼你。来，妈妈带你去姨婆家看姨婆好不好？不，我不想姨婆。奶奶说姨婆会杀人，打死凶手。你胡说，是奶奶说的。全是他胡说八道。庭欢远赴纽约，六年之后事业有成，在文斌的邀约之下回大马共创事业。这对庭宇和雅俊这对夫妇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庭宇怀疑小俊不是雅俊的亲骨肉，这件事情会被拆穿吗？雅俊再见庭欢会是爱是怨还是无奈呢？请您继续观赏《天使之爱》。